有大胆，但他是用那么年轻的手让就他是口在后面简单特别改过有大不拿天谋之来那是谈水族那边大保护格对面情况我整个特后头改了因为太远难过那么年轻的手让准备才让我紧离那种机会的自发不准发他自己就肥了现在特工给大小保证我全家可不怕我那么年轻的手打没打一笔我已经交给我们已经交给了年龄我不是我们已经交给了本头的教育我对我自己和教来为我本头的教育我不仅能救我这未来因为他们最后大家会来到这个自分命也得改变为我有了结果被骂任何的话我们要怎样家庭的朋友可能我们在哪里可能都有不同的人还有自己美国欧洲的人我把这些路几个汉人家欧洲的人家不让我的人欧洲的人家不让我的人家不让我的人家我在那里看看你啊那是你那也是可以的那你啊我的人家是在高一下你已经在开动你有一个高一下你会在那里打理啊你觉得好你欧洲的好好的欧洲的人那一般场地的是一个有我的意见和我的问题依然交流过程里后三天后准备耳朵到后三天三天那么你提交我谈后来有一个好久的过程不能和我被给你的教没好嘞他们看他是一个父母能够改名后被来两个月后三要得有后来他们一个父母两个都准备两个话但是你也不能让我们骗那么久了不回答你了为了是因为他是不是你怎么到底回去我不能放下来给你的我可以在那到底我在旁边的地方我不能去拍你的脸这两个把孩子我家里来把他家把我放在我在这里我早要把你的看看你工作你的我的你的người con thứ nhì là trần văn bính sinh năm 1925 chính là người sống cụ trần văn hương đặt cụ khá đặc biệt cho cụ từ năm 1965 cho đến trước ngày bàn giao chức vụ tổng thống